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去马六甲的丽维拉出席我堂弟的婚宴，然后顺便让你们看看丽维拉是长什么样子的。这里是一个咖啡馆，咖啡也有提供这个民宿服务。
这里就是他提供民宿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收集了很多这个古董，所以很像这个古董博物馆。男主角、女主角听到的。由于要赶下一场的婚宴，所以我必须提早离开。在此要向我的堂弟家属们说声对不起哦，也趁这个机会祝他们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。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